下如栖之地鸟，无挂碍，一恋一了。缔造庄严深深的生命，寻觅通往涅槃的路径。沙三千，孟婆心发起问心田。八件僧具唯一的财物，养身于心中供养的事物。人聚乃苦情修藏经，浪迹天涯潜心修行，热爱佛法，胜于自己的生命，超脱轮回，降伏魔病。寻觅通往涅槃的路径。